我们今天时时刻的主题是什么？诚实。诚实。那你们想得到诚实的有关诚实的故事吗？小时候看过的。有关诚实的没有吗？没有。故事哎、欸，那我可以。你可以自己编。你们看过这个故事吗？看过。这个是什么？衣服。我穿的衣服和他那个什么什么。那故事内容主要是在讲什么？然后河神问他说是掉金葡萄还是银葡萄，他是很诚实的说一般的。然后最后怎么样？三个都送他。对，河神最后三个都送他，所以这个故事在教我们要诚实，不能贪心。他觉得很无聊，他想要恶作剧大家，所以就乱喊。那第二个问题是，当第一次哦，第一次小男孩听到呼救的时候，那些村民是怎么做的？那看到农夫的时候，那个小男孩他的表现是怎样？在笑啊，在笑，觉得很有趣，觉得他们这样匆匆忙忙跑来很好玩，对不对？第三次嘞，村民是怎么想？应该还是骗他，应该还是骗。对，所以是不是就没有人来救他？可是这次是不是狼真的来了？那个种子其实是被煮过的，开不了花，对不对？但是为什么所有人除了那个小男孩之外，所有人的种子都开得了花？是不是自己可能去偷买自己换的种子？但为什么他们想要说话？因为他们想要当国王的继承者。